它墙上全部都泰文，它没有任何的英文。外面是脆，可里面一咬它就是超 Q， 会有芒饼，会有糯米。2018、2019、2020、2021，哇！Oh my god！ 太扯了，这个 view。Hello，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我们的嘟嘟美食之旅，而且还有嘟嘟车，因为现在是 Christmas。有布置的，有布置的，有布置的，有。哎，有帽子。而且你看我们的椅背，我们是 VIP。出发第一站，它好像一共有七站。他刚刚说什么？第一道是我们没有吃过料理，noodle上面什么？他刚刚问说东北菜，他说你们没有吃过东北菜，因为其实以曼谷跟东北来讲，他们的料理还是有一点差别，所以我们要去试试看。第一站好像是东北菜的面吗？今天这时候来最舒服。12月他们叫做凉季，是他们自己认为说一年四季最适合来曼谷旅游的时候。它白天大概是30度上下，然后白天能尽量不要出门。对，然后晚上呢大概是20到25度，就是很舒服，很舒服，而且风又好大。很多人问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们又出国？为什么我们一直来曼谷？赚钱呢？来花钱呢？对啊，赚钱，好花钱呢。不然赚钱干嘛？赚的钱就是要怎么样？哇！我你看你，我把你的椅子然后他刚刚说就是两个人吃一个，因为他说我们有很多站，然后一定会吃很饱。然后我觉得他很棒的是，他说已经每一站他就这样都帮你 stay 好。哎，其实每次来泰国都他就是会有这个菜，然后今天终于可以知道要怎么吃它。You know, this is the way we cook the rice。就很像阿美族的哈哈吗？真容也是差不多一样。一模一样。我们今天体验的是没有当地人，但我们也不会走进来这种餐厅，我也不知道怎么点。因为它墙上全部都泰文，它没有任何的英文，很在地，就是他们自己当地在吃的小吃。对对。你吃看那个酱的味道，酸酸辣辣。他刚说，如果面很辣的话，不要喝水，因为我们会很饱。可是是不是会更饱？太吃了呗。大广角啊。他现在在搜寻，你在搜寻你的那个 YouTube 频道。No. 因为你刚哥哥大力推荐你。他说你是 famous 台湾 YouTuber， 然后他现在在 search， 然后但是要打中文，他就说 OK， 有点小放心。那就先不用好不好？真的不好。我们吃那个糯米，你刚有吃吗？刚没有。而且目测它很干呢。不是坏习惯，我就是很想用手抓。猪颈肉吗？OK， 我会很快回来，等我一下下，因为我要解释。哎，所以我们现在都还不能动，对，可以先拍。对，先拍。阿帕亚沙拉，它是没有椰奶的东洋醋，然后这个是猪颈肉。对，就是。红蓝和酱。That mean like food in heavy。另外一个层次，好好吃啊！有点像是那种韩式生菜包肉，另外一个味道口感。沾那个酱吗？对。哎，你当时沾那个酱？对，这样子沾送的。它叶子超香的。然后它的猪颈肉烤的外面是脆，可里面一咬下去超 Q， 好好吃哦，猪颈肉。然后它这个没有加那个椰奶。对对对。哇，不舒服吗？又酸又辣，咸酸适中，很清爽。你宿醉起床刚喝到这一碗。呀，舒服不？You guys feel how？够酸，嘴巴一进去，入口的味道是酸的。然后辣很后面，清汤的好好喝。那要怎么吃？就别吃，就想加一点辣。不确定，我确实觉得它没有辣。很多哎，可以啦。七块吗？七块吗？酸到。嗯，这是猪肉。我吃一口，吃一口。我跟你讲，我用的真的一点都不辣，你吃看看。好，我试试看。不辣啊？不辣吗？不辣，是不是 ？Introduce yourself. Hi, I'm Jen. I'm from New York, and I love to eat Thai food.
So,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I actually like the soup. What do you like? I like the pork. 羊肉串。下一站了，我们要下一站。不好意思啊，聊开了，聊开了。现在呢，我们要去第二站。第二站我们要去 Chinatown。然后说不要再吃泡菜，但是我们会吃另一个也是很泰国道地他们的面食。有三种主食，我们各自选了一种。然后呢，哎，还记得我们的号码吗？我们的号码是16号。Number nine. Number 19. Number 18. Number 6. Number 2. Number 16. Coco Cow. 第一站第一名我给 Pork Neck。 我也是，它是猪颈肉，而且包那个叶子，它配那个酱料好好吃。欸，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做，就是也可以试着做做。如果我做的原汁，是不是可以换成老叶？好像可以。它的香味会不会比较更重一点？会不一样。那猪颈真的好好吃，而且你知道有那个烤的脆脆的那个皮，好像里面好软的，对。而且我们的能小姐非常的热情，她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要吃太多，不要吃饱好吗？我们有很多赞哦，很多赞哦。下一站吃面面。耶！今天不要管卡路里了啦。对，好热。哎，你们在流汗了。他有点害怕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路边，怕我等下吃面会大爆。不会薯条。希望你们坐在外面感受路人走来走去的感觉。不要。Number One 小姐说，这边是开40年。How many water you from you? No, I'm from Taiwan. Do you feel like I want strong flavor with the sauce or dipping?酸酸甜甜的，然后一点都不辣，里面那个颗粒啊是芝麻，就是为了增加那个香味跟风味。鸡、海鲜、猪，你可以用沾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加进去用拌的。我们先来吃原味的好了。所以它是冬粉哎，我觉得可以加哎。姑娘先吃原味的，因为刚刚对面的解说已经很辣了。We didn't need the sauce anymore. Spicy 呢 ？Spicy already. Oh yeah yeah. 没有味道。辣，而且重点是它调味调的不会太咸，它里面就是把蛋跟菜还有冬粉炒在一块，而且里面还有高丽菜，所以一口可以吃到香多多的口感，跟它的味道咸的刚刚好。想加，你知道无辣不欢的就是要加盐吗？一，它是点辣酱。冬粉完全吸饱那个里面的任何，现在应该会很好吃。如果大家不想要吃泡菜那么 Q 那么厚的话，我觉得这种冬粉的也很好吃。这个素卷也算是好吃，而且它的味道够重。对。好软，好软吗？名字叫来，对，很帅气。他现在是我的第一名，我忘记朱启龙怎么叫了。我喜欢他的冬粉，吸满他的调味酱汁，然后你会可以吃到他精彩的鲜甜 ，Q Q 的又脆脆的，还有我最爱的碎蛋炒在一起。啊，他的青菜是真的甜，这我配，好好吃哦。这间店我要拍起来。这真的是我最看不懂的菜。你 understand 这道菜吗？他的意思是说，好的芒果糯米饭是要粒粒分明的，它不会整个粘在一起。所以你上次吃到的就是没有粒粒分明。没有没有，我上次吃到的，不管它是不是粒粒分明，我都不爱。你怎么会不懂？我不懂。他说这个芒饼，前面吃的面就用这个芒饼做的，芒饼牛肉就用这个芒饼做的。那什么是芒饼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他刚刚说，其实跟我们台湾很像哎，芒果啊，你要来泰国，如果你要吃到最甜的时候是 April 跟 May 的时候来，对，就他们最热的时候，然后跟我们很像，我们芒果是夏天，夏天，然后因为他们天气一直转换，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有芒果了。那我现在来吃这个芒果糯米。I don't get it。它上面还淋了一个椰奶。椰奶，它上面有淋椰奶酱。OK。来吃。你怎么会不懂呢？
我其实以前也不懂，我昨天第一次吃到，我发现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爱了。怎么样？真的是粒粒分明，而且我跟你讲，它上面那个这叫什么了？什么冰了？什么冰了？棒冰。棒冰。棒冰就是脆脆的，然后再配上那个糯米，就口感很丰富。然后这个芒果也是吃下去，它其实没有那么甜。芒果不甜要吃什么？你在生什么气啊？不是因为芒果你不懂就不好。对呀、啊，你这为什么什么都要骂？也不是要带情绪呗。对呀、啊，哦，因为那芒果不甜，所以吃加上其他东西加起来就不会让你有太腻的感觉。肉试试看，是不是很好吃？然后就甜咸加起来。对，甜咸甜，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我先单吃芒果，因为我这个人是芒果控。芒果真的味道没有那么强烈，你要一起。你要到嘴巴。吃芒果，你在气什么？然后嘴巴还有一点芒果在吃那个。我可以一起吗？可以。我有芒饼，我有糯米。细嚼。你怎么不懂这种人间美味啊？你知道拜拜我们会吃一个那个米龟糕吗？就是那个的味道，那个糯米配上有点像那个早餐脆片那个脆片，然后再配上没有味道的芒果。I don't get it。大家可以留言吗？谁可以告诉我，有人都是跟我一样不懂芒果糯米吗？请你不要在网络上找温暖。My pen like cup. 就是什么？先不用。没关系。嗯，没关系，先不用。My pen like， 买笔来，有没有？或者说 ，My pen like， 哎，不要打开来给我看。哎，啊，这最好了。我想吃芒果。阿爸，不要。不要。哎，这条街是什么街？我等一下查一下，因为那个姐姐说这里很多美很好吃的美食，然后是24小时。Miss No. 我们应该算是第四站吧。我们要去第四站，因为刚才那个芒果算一站。请你不要这样，请你不要跳过芒果好吗？不好意思，可以再给芒果一次机会吗？他帅了，但是还是不懂。这很像那个拜拜的那个米糊味，你知道吗？你有吃饱了吗？但是刚才很浓缩，后面都是一些小点。所以刚才那算是比较大一点。我们刚刚在那个大点失手了，因为真的太好吃了。那个冬粉，我吃一半，我心想说不行，我后面还有。忘记了，太好吃了。那我们现在，前往 China， 我们在旋转。我觉得三个，没有什么东西。哦，好像香港哦，这样过来。你好，我是台湾人。上海。Come on. Bye. Maybe teach over. Can we have like the room? 哈哈哈哈。I love you guys. We love you too.水晶晶，刚才农特别跟我们说，唐人街人很多，所以我们要走紧一点。好多人哦 ，Krista， 有人在那里 ，Krista， 还假装不认识哦。姐，好了，辣姐，先不要吃，先转过来，姐。姐，原来你来泰国发展，我们都不知道，难怪他最近不在接工作。So look like a taco.But this is squeezy. So this is outside is crispy. This 个要怎么吃哈？其实我可以一口吃掉它。好，那你吃，我想看，拜托。我开玩笑的啦。它很像我们那个，你知道那个螺纹饼干吗？对。你们是椰奶加这个，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是把那个蛋丝加糖去炒出它甜甜的，然后它那个就是加 cream 而已。他们然后这个是他们800年前他们就是这样吃了，然后是现在说他们里面会加一些用咸的、啊、用甜的、啊，你知道我的红豆饼吗？它的外皮本来冰很久以前就在做的，好吃，感觉跟吃一个就好了。嗯，因为它的皮真的太脆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特别小心，一捏就裂。所以面如果你太急着吞下去的话，小心你的喉咙哦，要特别注意。
但是真的蛮好吃的。我觉得这边就很像我们的夜市，就是什么都有在卖，然后其实也有一些重复的，但是其实这边有很多那个米其林街头小吃的餐厅，像前面我们有经过那个排超多人超长的，而且这一区也太大了吧。刚刚那个能说分两边都可以逛。Pancake 里面有 coconut， 还有黑米。黑米，它一闻就是椰奶的味道。哦耶！好像芋头哎，好像马吉一样，黏黏的、粘稠的口感，甜而不腻。对，很难得这边吃，要吃完。这个里面脆脆的 ，yummy yummy， 好吃哎，好好吃哦。哎，我觉得这种拓啊，对我们最好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不会被泰国人白眼。我在想，说明明就听得懂泰文，干嘛一直跟我讲英文？就真的听不懂啊。我们很想听，但是我们真的没办法。This is the called baby pineapple. This one sweet, crispy, tastes so nice. Then this one from Chiang Rai.我觉得比西瓜脆，又比西瓜甜，完全不会咬舌。对，可是太甜了。Wow, so sweet, so sweet like me. Sweet like you, like you. Yeah, yeah, yeah. 因为我们刚刚在路上看到很多那个昆虫，他就介绍说，其实这边最贵的就是蚂蚁。Ants 不是蚂蚁吗？然后说蚂蚁很贵，那有些料理会偷放蚂蚁在里面。他说 Ants is expensive, expensive. 米其林哎，而且他从2018年一直连续拿奖，有些2018、2019、2020、2021，哇哦！欣赏厨房，Sorry， 打扰了，哇哦！People, right? They cook 8 times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dish out from the kitchen is good. Outside is crispy, inside is soft. Fire! But the picture for the transport. Okay, you're like, okay. Energetic. One, two, three. Yeah! Wow! Wow! 有点像河粉。水果快会会，然后他是说他是先用大火快炒，外面变得脆脆，可是里面还是会太嫩的。原来如此。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刚刚踩到米斯的脚。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可以吧？多了。不是这种，我刚刚很和善的，在这里，我做不出来了，没事啊。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泰国的筷子，什么？要王美手，要王美手是王美手是。水吗？水吗？是水。它外面的那个蛋跟它的它的煎的脆脆焦焦的。超嫩，但是它的味道不够重。哇哦，这样子哦。嗯，但我觉得它有点像蚵仔煎的。酸甜酱，但是酸的比较多，里面有很嫩少，然后外面那个酱料又很酸，但是还少了一味。辣味。Spicy girl。No, Spicy, me, spicy. 加辣椒的，加辣好哎，酸辣。你们是欧姆雷的吗？
我是那个荷包蛋的，他说要把那个柚子粘起来吃，然后再加酱。What the style? What the fuck? 哎，真的很脆，然后因为那个蛋黄它本身它还是有点像半生的状态，所以混合那个酱吃起来真的很像。这个像到这吗？等一下，先不要吵孩子。我看他们是加超多像猪油的吗？我以为很油哎，就没有，因为它大火快炒，然后可以把那个完全吃出来。嗯，我觉得它酱鹅肝很好吃。你在拍什么啊？我在拍，就是两间寺庙，好漂亮哦。你在拍什么啊？对呀，没有看过这种黄蜂啊。那是庙，那是庙，那是他。不给不给。Coconut ball。Coconut ball 啊，椰子球。喝酒是干杯，这是什么？干杯。看到了，它里面是黑糖吗？因为你外面吃进去的时候有一点咸咸的感觉，但其实咬下去之后就是可以完全的，就是如他想象的那个感觉是一样。莲花三台莲放，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好吃吗？我觉得蛮好吃的啊。它红，好甜啊。哎，怎么有奇纳布？ Everything good? Really good. This one is the last one. I gotta ask you. Are you sure you full? Very full. You have the pineapple. It's you. That's for you. That's for you. 哎，这个 tour 目前为止已经过了五个小时了耶，感觉没有那么久，可是又觉得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哎。啊，都没有，我们嘴巴一直在动。好罪恶哦。我觉得蛮好的，可以去体验，就是在曼谷其他地方的那个风情。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我们这个 tour 的最后一站，它是要带我们去一个 rooftop bar。Let's go。就是那一个，在那个上面，它好像是一间 hotel， 然后上面有一个 this bar， 哎，很美耶，这里。Oh my god。太扯了，这个 view 没有人带，请叫我们在我去的时候带呢。而且旁边那个是郑王庙，然后呢后面那边，这边最屌就是我带大家去看。先帮我点啤酒哈。像这边后面就是大皇宫跟卧佛寺，我给你们看。这个 bar 蛮美的，而且气氛很好，给大家看一下。你在郑王庙对面喝酒，然后后面你看到卧佛寺，我觉得好棒哦，这里最赞的酒吧，我的天哪，真的超美的。这 tour 最后一站，来我们干杯，干杯一拉开是什么场景呢？一二三 ，Oh my god， Oh my god， 郑王庙，好美哦。对，我们在昭披耶河旁，然后从对岸看郑王庙，在这个 rooftop 酒吧喝酒，他连酒都很 orange， 很好喝哎。我们刚刚跟我们的同团的人干杯，好啊。Thank you。我觉得这个 food tour 就是很值得大家来，就是你可以吃到巷弄美食，然后听到当地的人跟你介绍故事，而且他们是拍英文很流利，而且很活泼，蛮有趣的，推荐给大家。就花一个半天的时间，一个晚上的时间，一个晚上四个小时而已，从晚餐到宵夜，然后到你现在酒吧，而且你没有一刻会觉得无聊，对，真的，因为每一刻都有事情可以做。最后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我们待会在影片的后面呢附上那边很美的自拍照，再见。拜拜，大家可以来找能。我把那个能的资料放在下面给你们。好的，我们现在真的要去搭嘟嘟车，我们要回去饭店了。他最后呢，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可以选择留下来就去喝，因为他们最后就是嘟嘟车的司机会直接送你回你的饭店去。只要你的饭店呢是在市区的话，刚刚那个酒吧真的很 all right， 我觉得真的可以来喝酒。然后最后呢，因为我们想感谢我们的 Miss Nun， 他非常认真的工作，我想给他小费。We want to appreciate you. That'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OK, OK. I want to get drunk, 再见。